三缺二，黄日华、苗侨伟、汤镇业聚会晒合照，心情好，四十年兄弟情不变。近日 TVB 事后李思琪分享了一张合影，并配文称等了很久的聚会。曝光的照片中，李思琪与黄日华、苗侨伟、戚美珍夫妇、汤镇业一起聚会。李思琪跟黄日华、苗侨伟合作过《射雕英雄传》，相识多年，关系好。汤镇业与黄日华、苗侨伟则是无限五虎将的成员，四十年兄弟情仍不变。尽管三缺二，但大家勾肩搭背亲密合影，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心情大好。苗侨伟携妻子戚美珍现身，身高一米八的他站在人群中非常瞩目。上个月戚美珍过生日，苗侨伟还当众亲吻妻子脸颊，大秀恩爱，这样子的感情实在让人羡慕不已。自从迎娶了青岛姑娘文静为第二任妻子后，汤镇业便常居内地工作以及生活，只偶尔回港探望亲友。如今汤镇业时隔三年回港，除了见黄日华、苗侨伟等好友，相信也会见双胞胎儿子，期待看到三父子再度同框的画面。